我们不要说宇宙人生过去现在未来能够就近明了，就近正确的明了，可能我们连现前我们对我们自己都不明了啊，我们对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的智商，我们的性向，我自己的性向，我自己的爱好等等等等，对自己种种的可能都不明了，更何况说对宇宙人生过去现在未来都能够明了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智慧啊相当的低劣，相当的浅薄。那么能够对宇宙人生过去现在未来这一切法它都能够正确就近的明了，那么这样的智慧才称之为佛陀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包括我们自己确确实实都有这样的智慧，都有这样的能力。那因此佛法对于所有一切众生它是平等的看法啊，因为大家都有一样的智慧，都有一样的能力，所以平等。但是呢，虽然平等，我们今天呢，我们现在我们的智慧能力啊，确确实实都不相同。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的聪明智慧不一样啊，有的人啊才智敏锐啊，反应快速啊，有的人呢这个才智啊比较愚笨啊，能力呢也可能比较差一点。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佛陀告诉我们，不是都平等吗？我们现在佛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现在迷了，迷失了，迷失了什么呢？迷失了我们的自心本性，自心本性简称叫做自性。自心本性当中，我们本来有智慧，而且是究竟圆满的智慧，但是现在啊，我们迷失了，迷了啊，迷失，所以我们这个智慧能力失去了啊。那这个失去呢，不是真的失去了啊，不是真的没有了，只是我们现在迷啊，在迷的当中啊。所以如果能够破迷开悟啊，破迷啊，破除迷惑，那我们这个能力啊就又恢复了。所以佛教导我们啊，我们能够把迷惑颠倒去掉，恢复我们的本能啊，这个智慧德能啊是我们本有的德能啊，本来就有的。所以佛度众生啊，在这个大乘经上常讲啊，佛没有度众生，那我们众生怎么能成佛呢？是你自己成佛的啊，你自己成就的。佛呢，佛只是在其中帮助你，这个帮助啊只是把你怎么迷的啊，把这些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明啊，说了之后
你觉悟了，啊，觉悟了，然后把迷惑放下，舍弃，你就成佛了，啊，所以从这里来看呢，佛法确确实实是师道，啊，师道，啊，老师呢，只能够教导我们，啊，老师把他自己修行正果的，他走过的这一条路告诉我们，啊，那我们学生啊，我们做弟子的，我们自己的成就呢，是我们自己努力，啊，修行都是自己努力的，啊，有一句俗语说，功修功德，佛修佛德，啊，自己修，啊，不可能说啊，别人帮我修，啊，没有这回事，啊，如果能帮别人修，那佛陀大慈大悲，老早就帮我们修好，不用我们自己修了，啊，都是自己自作自受，啊，自己修自己得，所以啊，我们做弟子学生的成就是自己发奋努力才成就的，那发奋努力这个呢，老师没有办法帮忙，啊，老师能够帮助的就是把这些道理，真正的道理，正确的道理为我们说明，啊，为我们说清楚，啊，那把他自己修学正果的经验方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啊，所以佛法一点点的迷信都没有，啊，一点点的迷信都没有，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那么这是我们首先要了解的，啊，所以佛法是觉悟的道理跟方法，啊，佛法是师道，那所谓的传道授业解惑，啊，我们对佛的看法啊，要看成老师，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建道场，起建道场，我们都有供养佛像，啊，像我们这里简单的挂着啊这个佛的这个像，我们供养佛像，供佛，不能把佛当作神明来看，啊，不能把佛菩萨当作神明来看，啊，当作神明来看，那是一般的民间信仰，啊，所以我们看，现在好像学佛的人也不少。有几个人啊，不把佛菩萨当神来看的，那把佛菩萨当作神明看待，这个是很大的错误，啊，第一个大错误，所以我们啊要跟大家讲清楚啊，我们供养佛像，佛的形象有两个意义，啊，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就是报恩，啊，报恩的意思，纪念的意思，报恩纪念，也就是说佛法这么好的教育，这么究竟圆满的教育，我们在这一生能够遇到，能够接受，啊，实在是非常的幸运，啊，就像这个开经记所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确实是这样，啊，我们对老师感恩戴德，啊，感恩他，纪念他，啊，就像我们中国人啊供奉祖先牌位一样，啊，这就叫做饮水思源，感
恩待的。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叫做见贤思齐。啊，见贤，见到圣贤，跟他看齐，向他学习。我们看到这个佛像啊，我们了解他可以从凡夫一直修行到成就佛果，他能够觉悟，他能成就，我们为什么不能觉悟？为什么不能成就？啊，所以佛像摆在那里，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自己，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什么呢？要觉悟，要向他学习，学他的德行。啊，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不是这个迷信啊，把它当作神像来拜啊，那就不是不对了啊。那么佛教里面呢，这个佛菩萨形象很多啊，我们看这个经典。啊，有的人呢认为这个佛教不但是一般的宗教，那而且啊，误会的话呢，那甚至会误会成低级的宗教，很低阶的宗教。低阶的宗教是什么呢？多神教、泛神教。因为高级的宗教啊，只有一个神。只有一个真神啊，那佛教的神太多太多了，几千几万啊，所以佛教呢不但变成一般的宗教，而且啊变成低级低阶的宗教。其实这都是被人误解误会。佛法里面佛的名号啊，佛的名号确实很多啊，我们看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万佛明经啊，这个大藏经里面有一部叫做万佛明经啊，世尊为我们讲出差不多有12000尊佛的名号，而且还是只讲了12000尊。真正佛的名号有多少呢？无量无边啊，这可能有的人不大了解。那么菩萨的名号就更多了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佛，这么多的菩萨啊？我们这个道理，这个事实也要了解。这个事实我们刚刚也提过了，就是我们自己自心本性，简称自性，我们自己本性自性里面的智慧有多少呢？智慧无量无边，德能才艺也是无量无边。那有人可能也听不懂，也会有怀疑，我们真的有无量无边的智慧吗？有无量无边的德能才艺吗？啊，因为我们现在在迷，所以不了解，这是很正常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叫无明的众生。啊，常常听到无明，无明就是不明了。啊，不明了。啊，对事实真相、真实的道理。那这个就叫做无明啊。那么我们本性里面的智慧、德能、才艺无量无边，无量无边呢，那要叙说啊，说不完的。无量无边嘛，那怎么说得完呢？所以用一个名号没有办法完全代表。
好，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像现在社会上啊，这个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能力的人啊，他这个名片一拿出来啊，啊，我们看这个名片上面，哦，这个头衔有十几个啊，那写一个就好了吗？怎么会写那么多个呢？啊，七八个、十几个这个头衔啊，用这个比喻呢，大家可能就容易去体会了。佛菩萨的名号这么多，这是代表佛菩萨的德能无量无边啊，是这个意思啊。那所有诸佛的名号啊，是代表我们的本性啊，本来具足的德能啊，所以所有一切佛的名号就是我们自己的德能啊。那么菩萨，那菩萨的名号就是代表我们的修德啊，修德。德能呢，德能就是佛啊，佛名号，佛的名号。德能是体，是根本。修德呢啊，修德就是菩萨的名号啊，修啊，修就是修行的德用啊，修德就是用啊，是作用，度众生的作用啊。所以如果不明理，不对这个道理不明了，不好好的去修，那我们这个德能就没有办法显露出来啊。所以菩萨的名号代表修德，佛的名号代表性德啊。我们如果明白这个意思啊，那你才晓得佛法教学呀，啊，真的，它是高度的艺术化，啊，它不但有名号，还有雕塑，这个雕塑佛菩萨的这个形象啊，塑像，啊，用这个方法来表法，啊，表法就是表示其中的道理。那么我们啊，了解它真正啊，真正的道理跟含义啊，你才能得到佛法教学真实的利益啊。那么这个都是我们首先啊要明了的啊，要知道的。那么佛法传到后代来啊，传到现在，佛陀不在世啊，那么佛的学生呢，把老师所有的教导代代相传下来啊。那么在佛门里面，我们啊有一些称呼，从这个称呼我们也要明了啊，也要懂到其中的道理啊。像我们常常称这个和尚，一般人听到和尚啊，那第一印象就是光头啊，是不是这样？和尚还有称阿舍里啊，这些称号在一般的宗教里面也没有。和尚跟阿舍里啊，都是印度的梵语啊，梵语就印度话。和尚的意思呢，叫做清教师啊。什么叫做清教师呢？就是他亲自教导我们。亲自教导我们的这个老师，我们就称他为和尚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学校啊，学校里面主持教导学生的是校长，教育政策是他制定的啊，所有这些课程是他指导的啊。那其他的教员呢，老师啊，是执行他的命令啊，是帮助校长啊。所以这个学校啊，这个教育，他的教学成功失败，校长要负首要的责任啊。所以校长就是和尚，清教师。所以啊，这个和尚的这个称呼啊，非常尊贵
非常的亲切。啊，那么现在大学里面除了这个校长之外，还有这个指导教授。指导教授可以说他也是清教师。啊，也可以称他和尚。啊，所以和尚啊这个名词是一个通称。啊，是通称，它不是佛门的一个专有名词。是一个通称。啊，那么亲自教导我们的这个人呢，我们称他叫做和尚。那其他的老师啊，我们称他叫做阿舍利。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教授。啊，这个舍离的意思比这个教授的意思啊还要圆满。啊，意思就是这位老师他的所言所行都可以作为我们的模范。啊，我们应该向他学习。啊，所以阿舍离啊也叫做鬼范师。啊，鬼范啊就是他的这个一切言行举止啊都可以作为我们的模范。啊，这样呢我们称他老师。啊，所以在佛门从这些称呼我们就知道了。他确确实实是属于师道。啊，属于师道。他不是神道。那这个我们也要辨别清楚。啊，那么以佛法的宗旨啊，以宗旨来讲呢，这个佛法的宗旨啊，我们刚刚也讲过了，叫做破迷开悟。啊，佛陀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生活啊，我们现在生活为什么会这么苦？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这是因为我们迷了，迷失了本性，迷失了我们的自心啊，所以我们这个智慧德能都不能现前啊，失去了。因为迷啊，所以对于宇宙人生，你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当然就错误了。做错了呢？当然有错的后果啊，有错误的结果。结果是什么呢？错误的结果就是六道轮回啊，就是现在我们所过的这个苦日子。那么佛法教学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离苦得乐啊，离苦得乐。这个是从果上来讲的啊，从果来讲啊，那实际上呢是指导我们破迷开悟。那么佛陀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些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来的啊，我们刚刚都说过了啊，就是我们对宇宙人生，我们这个宇宙人生的道理不了解，真实的道理不了解。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宇宙人生啊，人生就是我们自己本人。也就是说，对我们自己本人以及对我们的生活环境完全不了解。这是苦啊。啊，你想错了，看错了，做错了。第一个伤害的是谁啊？自己先受到伤害。人人念弥陀，弥陀心中坐，法莲处处开，净土自拥有。老年生活何处去？要如何找到心灵的归依处？上尽下供老和尚的悲愿，为一切有缘大众修身养老，往生净土设想。
发愿在这一生要求生净土，打造生命最好的归宿。欲缘乘船弥陀无尽愿，与缘深入弥陀无尽愿，随缘弘扬弥陀无尽愿，和缘共住弥陀无尽愿。上敬下空老和尚弟子，台中法莲净土学会商务下广法师，发愿在台中太平筹建光寿山法莲佛陀教育学院附设弥陀村，目前园区正在续建中，呼吁善信大德发心护持。您的点滴护持不仅是打造一座弥陀村，更是为自己及后代营造一座安身立命、长养慧根的人间天堂。邮局划拨账号22703000，22703000，户名台中法莲净土学会，洽询电话04-2291-3567，04-2291-3567，0919-952-231，0919-952-231，功德无量。